对耶稣基督来信主，是无人会抢救的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底。恁着感谢这上帝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底。恁着感谢万主的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底。感谢迄个甲伊行大奇事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底。感谢迄个用智慧创造天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底。感谢迄个铺地伫水的顶面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底。感谢迄个创造大个光体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底。这是请咱三个起立，咱来坐念主道圣经，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主道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。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伫圣神头胎，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，伊温柔了高人来受苦，定时的死埋葬的灵母，第三日对圣灵复活，上天阿弥陀佛的悲伤的和平，伊伫边仔来心话话人甲死人，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共同到位，信徒相通，最下面有基督啊，永远的活命，阿门。只是请咱游员不徛坐，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全能天父，我很感谢你，我已经进入大降节的第三礼拜，主求你予我有一颗安静的心，予我会当搁一遍来思考。主，你实在是永远信实的上帝，你对万所下的旨意永远拢袂放弃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虽然我每一日我有拄着侪侪艰难、侪侪困苦，总是主你将迄个喜乐的心，永远予我藏伫心内，予我的心内永远有盼望，我袂到死息。求主你帮助我，当我伫这個。准备主日降临的时阵，我的心会惊吓，我的艰苦，我的背叛，我的无够力，拢会当因为上帝你的恩典，予我来转化，予我会当去一边得到快乐，来面对我人生所爱挑战起的道路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耶稣奇妙的疼，来连接我所有兄弟姊妹，我会当伫遮一齐，我来敬拜你。同时，阮知影，当阮聚集的时阵，阮毋是干要伫遮欢喜，伫遮欢甲欢喜的人同欢喜。较重要的，我们要甲迄个哀伤的人同哀伤，分享人生来忧闷，将上帝话搁一遍来加添因，予因来得到快乐。这些是阮教会存在的目的，会疼阮的厝边，亲像家己。主，求你也帮助我，在每一日中间，我会当去想念在我中间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。尤其我知影，在迄个病床中间的时阵，我更加上需要上帝你的怜悯，家己的疼痛。无论因讲会出，也是讲袂出，迄个苦痛，求主你透过我兄弟姊妹的关怀。透过上帝的话，透过牧者的关心，会当在迄个中间，伊的心灵会当得到平安。我也知影，我伫地上的日子悠闲。有一天，我若是面对上帝伊要召唤的时阵，我的心是欢喜，我的心是快乐。兼在我的周围亲人朋友，因会感觉艰苦，对伊的离开，因会感觉唔甘。总是因为我知，伫未来，我伫天里彼个见面，我的心就大欢喜，无伫到来拜拜。求主你也帮助我，搁无偌久，我们来选举我的总统。我看到台湾这个土地是上帝你赏赐我老米甲伫个所在。总是因为我无好好管理，伫到我现在，我每一工，我所啉的水，我所呼吸的空气，我所食的食物，
我拢感觉非常的惊吓，因为阮知影，阮活伫一个无安全的环境的中间，无人会当来保护阮，就是你帮助阮会当选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，伊会当有上帝伫遐来的心意，伊的心中会当用上帝的疼、上帝智慧、上帝关怜来管理这个地面上。互徛起伫台湾这个土地人，阮拢会当每一天，阮会当为主尽忠来做工。阮的心是平安，阮的身体是健康。愿主你信心即时甲阮相佮伫底，互阮今仔日甲主你坐倒的时阵，阮佮一边将阮家己仰望伫主你的中间，互阮的罪会当来得到洗清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Thank you.